冷子峰居然在这儿偷懒。哎，你怎么这么疼啊？不会发烧了吧？你出这么多汗，待会儿外面风再一吹的话，你发烧肯定会更严重的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找块毛巾帮你擦一下。你在干什么？你没事了吧？在你细心照料之下，好多了。好多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，都不要脱男人的衣服，更不要去抚摸男人的身体，这对男人来说会造成误会。我不是看你生病了吗？哎。就算生病了，有一些事情还是不可以做的。干嘛？你坐着我击剑服了，让一下。我给尔豪做了爱心便当，我来找尔豪的。那是给尔豪的。是啊，这是我今天早上辛苦做的，我可是做了一大。你干什么？你这是我辛苦做的便当，你干什么你？说，如果你敢偷吃的话，我今天信不信我弄死你啊！冷子峰，你不能吃。为什么不能吃？欧阳哥在食堂吃饱了，有啥味儿啊？赵雨虹，你竟然暗算我！我哪暗算你了？大姐，你自己尝过没有？这已经是我做的，少数几块没有烧焦的。我自己都舍不得吃，烧还没退，估计肠胃炎要犯了。本来以为啊，你是要对欧阳哥示爱，没想到你是要寻仇。你要是早告诉我这盒饭是这味儿，我绝对不尝。你干嘛？你脸花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有粉啊？讨厌！哎，我来给你擦吧。你干嘛？你身上总有股好闻的味道哎！调戏良家妇女了你！现在我们尝尝良家妇女的成果怎么样？啊？这手上还有灰呢，你给自己加料啊？不是，来呀！